好像是谁把我的房车撞了。我停车充会儿电。哎呀，撞我脑袋了！这也不是停车的地方呀。啊，那我给你挪了吧，不好意思啊。你快挪了吧，这边不能在这停啊。哎，太妨碍了。我来到驾驶室，启动房车，突然发现前面被车挡住了，根本就开不出去。那还不能走呢？不行了，这前面有车都挡住了。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气冲冲地走了。我下车查看一下，这个停车场车位很少，都是乱停车，门已经被堵得出不去了。最近气温持续零下，我把水箱里的水都放了，只能用这个水桶接水。有点饿了，接点水，用电小二插上我的电煮锅，在房车里煮了个螺蛳粉，车里的味道真酸爽。吃完饭，发现外面那些车还没走，我休息一会儿，等那些车走了，我再把房车开走。